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，欢迎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方舟啊。咱们现在玩的叫沙漠篇，小伙伴们现在碰上一个严重的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我发现一个一阶的龙，还有个二阶的龙，我是打二阶的龙呢，是抓个地狱恐龙去呢？我先兜一圈啊，我想把他们，我想把他弄死，我先把他弄死吧。一阶的龙能掉点东西啊。OK， 我的那个谁呢？我把他也塞进去吧。他是吧？第一个是小鹿，第二个是裹的凤凰。骑上来，先把他干死啊！一阶、二阶的难杀，一阶的还可以。我杀他，我升级。哎呀，地狱龙，雌性的，不是，我看错了，雌性的95级的。哎呀，他们上那儿去了？你别给我整死了！哎，我真是。看着了啊，咱们要抓的那个龙，可是他离那个 boss 太近了，搁那儿你看着没？我想把这 boss 先干死，别飞太低啊，别离我太近了，搁那儿呢。地狱极蜥还不死啊？哇，这货真禁咒啊！哎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，把你烧死了！别过来，别过来。哎呦我的妈！你别上那儿去呀、啊！哎，我真是，我落下来，他应该就来找我来。你看，你个狗，我才不上你当呢！攻击！你看他多恶心，他落下就往你身上来，还不死啊？哇，这家伙140级，等级还挺高。攻击！我要那个啊，雌性的。好，干死了是吧？哎，这还有一个，这是雄性的。哎，别炸！别完了！别！死了吗？死了吗？哎呦我的妈！吓我一跳！哎呀，把我烧死了！这地方我不认识啊！我死哪儿了？他们不给我标呢，我死哪儿了？哎，他这怎么赖吗？这不是啊？哎，我一寻他那个地狱火就把我烧死。哎，我真是，小伙伴们，那现在到底是抓地狱猴啊，还是抓这个地狱极蜥啊？你们给拿个主意啊，到底抓哪个？地狱猴我们以前是抓过的，地狱极蜥是没有的。我先把衣服套上啊，太不文明了是吧？我身上怎么都屎啊？手套、帽子，这随便吧。这裤子呢？我的裤子，有个两瓶小瓶的啊，这是中瓶的吧？我裤子烂了啊，不穿了。那我怎么办呢？那我得飞过去呗。我先把小鹿带过来吧。我先把它带回来，然后我把小鹿也给带回来啊。小鹿在死那儿是吧？那小鹿你跟我一块去吧，小鹿赶路快是吧？那个凤凰打架可以，可是有点那什么，飞得有点慢。OK， 走。我看看啊，我现在去沙漠那儿，我找不着那个地方，小伙伴。小伙伴说啥意思？你可不知道地狱猴的厉害呀！地狱猴范围爆炸，是这儿不？完了，我一点想不起来了，大概是这个边界这地方啊，这是吗 ？APEC 的 ，APEC 的，你装啥呀？崩死你 ！APEC 的，我的小鹿都能给他干掉，是这个吗？是他，雌性的，就是他。那我就给他，我看看旁边，我清一清。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别！我把周围有问题的我全给崩死啊！哎呀，一阶 boss 怎么过来了？啊，这个货我感觉他能捣乱，我得把他弄死去。大哥，我还能干活不啦？哎，烦死了，我先把他弄死啊。OK， 小鹿你先回去吧，我把凤凰弄来，等会我还得找你啊。抓不是那么好抓的，小伙伴，不像你们想的那样啊。那货哪去了？一阶 boss 啊，我得把他先弄死。
他肯定得来找茬。搁这儿你看见没？咱们这样啊，咱们卡他，咱们站在这儿，他马上就过来攻击我们。你看变红了，看见没？你个狗！哎呀，我升级了，应该说是我的鸟升级了，加攻击力。OK OK， 我看看啊，然后呢，那还有个升级瓶，我都给他吃了吧。现在他吃这玩意儿都不怎么太好使了。这是个办法啊，攻击他们的，他们不会走，看到没？他们就会跟着站着，要比什么困龙房要好得多。血量剩多少这货啊？他带反甲的，还不死啊？我整死你！我攻击。91万的攻击力还可以啊，我鸟没事吧？还不死啊？应该三四下就死了。哦，死了死了，这个护啊。OK OK， 然后咱们把旁边都给清一下，别放技能啊，容易把它给弄死。这旁边啊都是这个捣乱的，别用大招啊，把它给干死了。OK， 我看看啊，最好是给他引到哪儿去。你看这附近还有个极蜥，哎呀，这个有一点点啊难过啊，就给刀死吧。这旁边这个极灭龙啊什么全是攻击人的啊，把他也干死，差不多了吧。旁边灵头马穗的都给弄死啊，干死干死干死。 OK， 可以了吗？可以，我就把小鹿招来了。鸟啊，那你搁这待着啊。啊，那还有个施救，你烦不烦呐？这都得过来，等会儿攻击。好，差不多了应该啊。哪儿去了？哪儿啊？是这儿吗？这个等级什么的都正好啊。小鹿，别让他看着我啊！我怎么感觉他好像急眼呢？等级太低了吧？行吧，这个就稳当点，稳当点啊！被半道咱们训一半，什么浪费我们的那个秒晕剑啥的，然后还没抓着，你说坑不坑 ？OK， 我剑都已经那个什么了吧？准备好了吧？剑都准备好了啊！方舟剑，然后咱们去啊，在这个排骨的后边，好弄吧？哎，不是不是，这个离近点啊，这么近再扎不着，我真服了啊！可以了是吧？哎呦我去！哎呦我去！他飞这么快呢？不是他跑这么快呢？还不晕？喂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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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喂！对对对，我搁这儿呢，你别丢了，我去的，丢了废了。掏鸡眼，掏爆炸，还在长呢啊，还在长呢。他那附近有奇怪的东西，我不太敢用那个什么呀，凤凰过来啊，还在长呢，600多。796啊！我的附近的我得给弄死，附近的我给崩死啊！这样的小的应该我的路打他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，还不晕吗？差不点了，躺下，躺下了，去。旁边还是有奇怪东西啊！我不敢下去啊！别崩别崩啊！前面有个蝎子，你看。你能死吗？你可以不？快点快点快点，啥也不用喂啊，就喂它饲料就行是吧 ？KI， 快点快点快点，5个。小班说饲料也那个什么秒熏药也不用喂，啥也不用喂，咱们搁这保护它就行了。哎，我去，好了吗？哎呀，你别给我烧死了啊，大哥！哇，帅！红通通，哎呦我的妈，可以啊，可以可以，那我就给他弄个定位器呗，我先下来。他能骑吗？直接骑不了，我只能给他弄140多级，还可以啊，
有两瓶那个小药，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，我五百万，七百万，一千万血量够了吧？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可以了，然后加攻击力，都给加攻击力啊！然后那个大回血药给他吃上，回血，然后定位器赶快给他弄上啊！定位器，定位器在这儿啊。定位器给他弄一个，好了好了好了。哇，你这个家伙，你这么大呀、啊？我裤子呢？哇，他眼睛红色的。哦，帅，我想穿上裤子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我有没有裤子？裤子穿不起吗？裤，我搜一搜啊，裤，我要穿裤子，我要穿裤子。裤都坏了，能不能修一下？修不了。那这么地儿吧。哇，这家伙太狠了。行，那咱们那什么呗，咱先回去呗，是吧？回去看看能不能给他做个安啊。THOR， 这是他的安的名是吧？那咱们走吧。OK OK， 回家。哎呀，这个坑啊，这个坑第一个抓到的地狱系的恐龙，是吧 ？OK。下班是进化不了，这一个这就挺厉害了，进化啥呀？THOR， 我可能得先学一下他的安。THOR， 地狱系的是吧？这个是呗。然后需要点皮什么的，应该没啥问题。我去看看啊，我带他玩去，然后嘎嘎猛，140级的，我看他厉害不？普通的极蜥是可以甩那个。甩那个针什么的是吧？什么 RO 啊是什么？我没记住啊。TH 啥来着？是这个吗？需要金属锭，有，是他，金属锭这儿有没？在凤凰那边的吧？金属没有啊？我翻啥呢？这金属有没有啊？金属啊，凤凰啊，金属跟你那儿呢？他我拿它当锅炉烧来的。OK， 有没有金属啊？快点，100多个也不够啊！你烧是不烧着呢？现在他连烤肉在干嘛呢？啊，这还有点金属啊，他刚烧的是吧？金属4个，130多个也不够啊。你能快点烧吧，太慢了。我看看啊，够吗 ？THR，THO 啊，是 THR， 我没记住，好像是 O， TS 也可以啊。差点金属就。哎呀，那他得烧的啥？你坐一会儿不行，你站一会儿不行吗？你这个闹腾劲儿的。我看看你的血量啊，刚才他打那个异界龙受伤了。OK， 我看看啊，那金属15个，这得整了啥？那就得等呗，那就等吧。OK， 看呗。哎呦我的妈！他烧金属这么慢，他是因为连烤肉在干嘛的事儿吗？这个金属给我，你给我分一半出来。OK， 给你一半，你烧一半，那个炉子里边再烧点，是不是？给我整个裤子呗，我得杀二界龙去，我再混一个二界的裤子，就那个金裤子。哎，不是这儿，这是炉子这儿。OK， 炉子这儿啊，烧吧，烧。他这个可烧可老慢了。下班问我的凤凰为什么这个颜色的，我也不知道为啥，原来它是红色的，然后它就变成蓝色的。没有裤子吗？你身上连裤子都没有吗？金属18个，这得猴年马月的了。这是一届 boss 的血 ，boss 的皮，血 ，apex 的，boss 皮，你这皮啥的都挺多啊。这个给我，金属锭，黑珍珠，油，你哪来的油啊？喷子，那破烂儿给我都不要。史诗级的弓，我看这个啊，241的攻击力，这个呢，246，这个我这个身上的好一点。
有点那个子弹，我带着地狱龙，我就去折腾吧，给他们都干死，40多个，还行。OK， 然后咱们再往里去一去啊，烧的挺快，40多个，TH 我就能收着他的，差个20多个了就，怎么呢？3个，我的妈，3个干拉。小伙伴们，我要不要抓一个那个，再抓一个凤凰啊？他专门给我烧铁当炉子用。哎，我身上怎么还有那个非金属呢？非金属也能烧啊，不过这个已经够了。这金属是哪来的呢？是下矿洞啊，打的那个叫遗迹巨人呐、啊，是遗迹石头人呐、啊，把他打死了，掉的油啊，怎么掉老多了？我看看啊，金属俩。哎呀，这干拉呀，还不如凤凰。凤凰，你快点呗，金属给我点儿，20多个，姜巴可能够，可能不够啊。这个机器，哇，脑袋这么大，他半拉脑袋赶上我整个人身子大了。这个进去，我现在干嘛？我现在得把那个金属给他。金属，我这屎能不能给扔了？TH 我看看啊，怎么样？哎，可以了，坐，给爷来一套。OK， 没问题。然后给他套上。哎，我这裤子就不能做一个吗？可以啊。你没那么大感觉。我去，榴弹炮车吗？我去。地狱模式看看，火打开 ，X键是喷火的 ，C 键啊 ，C 键是喷火的，我还指着你给我整个麻醉呢，我砸那王八看看啊，瞄准前方王八攻击，我炸死了，榴弹炮啊这是。帅，我看看啊，先把火灭了。我去，红彤彤的小眼睛，小红灯，我去的，可以啊。